周杰伦父母1993年离异，他跟随母亲叶惠美长大。对于媒体和网友而言，周妈妈已经是一个明星了，就连周杰伦的外婆也是众人知晓，而相对低调的周爸爸却很少露面。今日微博上爆出几张周杰伦与父亲周耀中的合影，合影地点即在其自己的品牌餐厅 Mr. J 里，周爸爸戴着棒球帽，也是一副潮人打扮，网友纷纷夸赞周爸爸好年轻。据悉，周杰伦刚从伦敦回到台湾，第一件事便是来到 Mr. J 餐厅。据他透露，第一站来到的是藤原豆腐店，吃了诸多美食后，又到光复店吃下午茶，并与爸爸在钢琴前拍下了合影。